微笑讲课语 ，Mimi Cell 共好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欢迎再度收看微笑讲课语 ，Mimi Cell 共好吧。今天要共什么好吧呢？你知道，如果你听到一群人哦在互相聊天，他说你是什么堂的，我是天水堂，我是江夏堂，哇，千万不要是一群类似帮派的堂口老大在聊天，赶快闪哦，不是哦。如果是客家人的话呢，所谓的堂号啊是很重要的东西的。今天为您揭开各堂号的谜题。堂号呢，在客家话叫做统吼，统吼就是堂号的意思。统吼在客家庄里面哦，你在古代一点了，但是现在可能都变成现代的建筑物了。如果是古代传统的四合院的建筑物呢，您抬头一看啊，这家正门上面的门楣上方呢，不难发现会有个用刻的或用写的统吼，就是堂号。这个堂号就跟姓氏有关，你看它的堂号写什么就晓得这一家姓什么。比方说像徐威是姓徐，乃相起，那么这个堂号写的就是董海堂，所以看他写董海堂，千万不要站在人家的家门口董海堂这个门牌下面呢，还问他说你乡嘛该哪，你姓什么呢，就告诉你我是董海堂，我姓徐嘛。同样的，如果说呢他上面写的是凤弄堂，凤弄堂那就是姓杨相勇，哎，学会了吗？大部分的家族呢都是从来台祖，来台祖就是来台祖，就是开台祖，这样开始来排序的。客家话的来台祖呢，就是指第一代来的第一代啊。比方说大部分的客家人都是从广州来的，好啦，然后来台祖之后，这样依序再排下来咯。所以宗亲会呢，这是对客家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凝聚家族力量的一个单位了。平常呢会做很多房头内的杂事啦啊，比方说春秋的祭祀啦，年节的祭祖，这一些都是咯。 OK， 所以呢我们今天学的这个统吼堂号呢，对客家文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了。所以我们可以问说，哎，您先祖是打哪儿来的呢？这句话就是，哎，你爱先祖会对哪儿来呢？你爱先祖会对哪儿来呢？学这么一句话，来，再跟我念一次，你爱先祖会对哪儿来呢？那是第五代耶，我是第五代的咯。我是徐威，爱妈会喊您哦，多学些客家话咯。按字 C， 再见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